111年开幕就天天客满至今的重庆烤鱼店，今天82年的吃货带你们来到日式居酒屋，结合重庆烤鱼的于小二。太敢好哎，嘿，梅森，梅森平日来用餐哦，一进门就被这个客满的人潮给吓到哦。生意超好的原因就是这个每桌必点的好味道——重庆麻辣烤鱼，刷上特制辣酱，撒上独家辣粉，烤到外层焦香，皮开肉绽哦。这时候就可以让鱼儿在麻辣锅底或是老坛酸菜中游泳喽，一个热油浇上心头，香气瞬间满积分。当然日式串烧好料这边也吃得到哦。今天梅森点了整桌必吃，但也敌不过这份烤鱼上桌的香气哦。他们的鲷鱼肯定有挑选过，都好大只耶，鱼肉非常的软嫩，吸满汤汁非常的过瘾哦。娃娃菜、马铃薯，各种配料丰富菜色，烤物串烧表现的都是恰如其分哦。今天吃的基本都无雷哦，大家可以放心的照点，尤其是这个酱烧鸡皮串哦，先给我来两串哦。这里还有非常道地的吃法哦，炸鸡蛋哦。今天若有人问下班可以去哪吃饭聚聚哦，那于小二你们可以参考看一看哦。